要挑战在这一关提早击溃寒无沙。那就三公里有机会破而已。一滴，我们想赌一下其他角色能不能爆的，有爆，八十，啊还行还行。哎，三公里没爆，也可以打一百一十滴。然后我已经放血人知道了。好，五块钱。七滴，二十没打到。下一回合，那是每一回合都要赌那个三公里暴击，没爆，聪明不算，三公里只要暴击就好，可以，四一九，三公里 MVP 啊 ，OK OK， 好看，有，四二六，水哦水哦。水，看到希望，看到希望了。我们卡了一千，接近两千的血量了。nice nice nice， 对吧？有，这不担心了，会额数够就好了。好，没有没有。好，再来。好，一滴没用，没啥用。要完成我小时候的梦想了，有，冲啊冲啊冲啊！对对对对，对啊，六伤害，哇，六伤害，六伤害三七二，看三点可以睡觉了，刚刚超赚的，对啊，超猛。水水水，等一下，那你下班了，寒武沙，再等一下，哦，漂亮，这次就没有了，漂亮漂亮漂亮，可惜，好，再试试就好了，水。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好，进度大大领先了、哦。寒星兽到现在都没暴击过，有点慢。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那你来，寒武杀。对啊，后面那把武器就全爆了，所以百分之一百暴击。哎，好像就这样吧，好、哦，就这样，不打了，节省时间，反正也是靠阴剑饼跟三光眼。剑姬没暴击，没有双点，没双点。OK， 结束了。行了。哇，痛，还蛮痛的，两百多滴，可以。五十回合解决他。这个经验值就给三光眼吧，不是你紧张关头，你竟然没有戳死他，他有点生气了。跟烈火不行，用回风枪好了。赢了，太胆共了，900。哎，人生第一次在这边。干掉寒武沙第二十幕，以前从来没有挑战过在这一关打死他了。好了，代表是可以的。哦，然后就直接进剧情了。好了，那就给大家参考一下。好，这集剪精华就这样子。